OK 啊，我们再讲这曲线啊，这一个啊，OK。所以，这个25刚才和哦，我忘记讲一个东西啊。你看啊，有一些题目它就没有讲 paragraph 几了，说你要自己找了，就是这样了。说她觉得怎么样啊？When she was taking part in her high jump event，你要找回是第几段呐、啊？她在参加的时候，她觉得怎么样？说你要找回去啊？She woke up early 怎样？OK，before the event 哦。你在画什么？有吗？这边啊，这个啊，哦，I won't be able to do it 啊，是吗？OK，所以他讲哦，the high jump was 这边他讲他觉得，他听到爷爷很病重了嘛，他就很担心哦。然后可是他知道那个时候他不应该 upset，因为他想要把做到最好，让爷爷感到骄傲。然后那个时候他听到他的名字啊，然后他看到那个 crossbar，哇，他就觉得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不过当他听到 whistle blow 的时候，这个是他开始跑了。他开始跑的时候啊，他就有很有毅力想要成功了。所以现在重点是啊，他问的是几时？When she was taking part，哦，他问的时候是几时？哪一个来的嘞？到底？哦，OK，你看啊，说 When she was taking part，就是他正在参加的时候啊。这里哦，其实只有我看看啊。你觉得是哪一个答案先？因为他讲 when she was taking part 在参加的时候，OK，嗯，同学是这个哦，应该你划线那个对不对？OK，我看到你该划线的地方，还有吗？大家，你可以猜，这个是难的，这一题是难的，这个就是我讲会出的题目，就看起来差不多一样的，好像全部都可以这样的，错了，不紧，第一，成有吗？And 第二，OK 啊？When she was taking part，就是她正在参加的时候，当她开始跑的时候来的。所以当她开始跑的时候啊，是这个来的嘞。OK，A 讲她很有信心会赢，没有啊，没有提到这个。OK，Donkey 为什么啊？都会很接近啊。如果我没有 boy，我会选 Donkey 啊。Donkey 讲，哎，他看到那个 crossbar 的时候啊，他就觉得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了。这个是在那之前，但是他一开始跑的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记得吗？C 也是很接近诶，C 讲很紧张，他担心他没有办法就是办到他的承诺，哦，是不是全部都好像对这样？OK，可是你看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很 panic 了，然后他觉得他办不到，这个是很接近的咯。可是，一当 whistle blow 的时候，momentum 来了，然后很有 determination to succeed 了啊，这个是一开始跑的时候，然后他做到很好，然后他赢了。所以啊，是 boy 来的，OK，男的就是这样。不过不要紧了，这个你达到就达，达不到就算了。你靠，我们要靠作文那边了，OK 啊？What is the purpose of Sarah's story？说他的故事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他讲，你觉得大家这个故事讲到什么东西啦？其实哦，象征什么？其实有啊，这个有一个答案，有一个比较 general。对了，但是东西啊，to show。How love can be a driving force，是要显示给读者们知道啦，爱可以是一个动力。大家，driving force 不是驾车啊，driving force 是动力。爱可以是一个动力啊，让我们去达到一个成就、一个成功的。他讲，OK，
就是讲是一个 driving force。好，接下来啊，这我们一起看啊，哈 ，recycling a way of life 啊，这我们一起这样看过去，还是做了的是吗？没有，像是没有啊，看一下，这我觉得好像有点印象这样。OK， 哎，做了的话给我讲啊，我怕我不小心没有看到。OK，due to the MCO movement control order， 我觉得哈，你要准备一下，我有跟你讲过的，看多一点关于这个 COVID 的东西。哦，作文的话啊，如果还要应景的话，它是会出有关系到的。Okay, so due to the 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 啊 ，as a resul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哦，因为这个 COVID-19 pandemic 所带来的这个 MCO 啊 ，so MCO 就是行动管制令，就是大家要在家。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takeaways， 就增加了。There has been 就是有啊，有增加了打包 takeaway 是打包。对吗 ？As people are prohibited from eating in food outlets， 因为人们这个 S 是因为了啊 ，OK， 因为人们就不被允许啊，就被禁止啊，禁止在外面吃东西，所以打包多了 ，takeaways， 这个怎么写？打包叫什么啊？带走，食物带走，打包了。哎，没有这个华语的啊，我只是要讲一下 ，OK。所、so, 以接下来是什么？我们看一下下一句先。有时候我们要看前后，这个反而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有点难的。OK， Maggie finds ways to repair things。Maggie 这个人呢，他是每次会想办法修理东西的，修理啊。OK， and when they have outlived their original purpose， 如果那个东西呢，真的是已经完全坏了啦 ，OK， 我等下跟你讲，就是 outlive 他们原本的目的，就是这个东西的目的，比如说它是电视，它真的是 outlive 了啦，活超过它的年龄了，哦，就是讲它已经不能达到它原本的目的了啊。他会 Maggie 呢 tries to use them as something else， 他就会拿来把它用成其他的一个东西 ，by turning them into practical items， 他把它们转换成实际的有实际用途的东西啊，转换成别的东西这样。OK， 这么讲，从打包讲到 Maggie 修理东西，哦，他讲到 recycle 的哦，说27是什么来的？啊，有人做吗？这个哈，第一段呢，他讲这打包啊，大家。打包的东西增加了，因为大家都不会在外面吃，这里有只有一个适合的，大家看一看，还没有做的你先看一看。前面讲着因为 MCO 所以打包这一个事件多了，所以怎样打包很多了，但怎样，对了，是冬季来的啊。This has led to the increase in plastic containers 就是容器，所以这件事情导致了 led to 啊 ，led to 是导致，这件事情导致了 plastic containers 的增加，你知道吗 ？Being used to pack food， 因为要打包 ，and drinks 啊 ，that would give rise in solid waste， 就会带来这个增加了哈，固体的垃圾的增加。所以第一是当地来的，对 ，OK， 不是第一啊，就这一个是当地来的。然后就讲到 Maggie 了咯，对吗？OK， 刚才我们讲了 Maggie 怎样怎样，他会去修理东西啊，什么给他一个啊，把他改造啊，改造那些东西。再来 ，She makes use of the carrier bags and bubble wraps， 那些 bag 啊，那些就是 plastic 纸袋这样啦。Bubble wraps 是我们网购还是什么，他送来那个东西，如果他不要给他坏的话，也是会放很多 bubble wraps， 对不对 ？That she has collected over many years， 很多年了的，他收集哈。So she cut costs for her business. 算收集起来呢，她也可以 cut costs 啊，就是减少开销，减少她的公司的开销嘞。开销 cost 是开销来的，费用啊，应该讲费用不是开销，有点不一样的啊。For her business and saves the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同时呢，也可以保护到、拯救到我们的环境。At the same time.可以用在句子后面的、啊、，OK， 我这个是前面啊，看后面那句先，28的后面 ，They work great at seedling starter kits because the cover prevents evaporation of water。他讲这些东西呢很好用的，拿来做种子啊，种子发芽的那个 starter kits 啊，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配套，一个小配套了，一 set 东西。
因为那个 cover 哦，那个盖啊，可以避免蒸发哦，水分水蒸发掉。Evaporation 是蒸发啊，上一首学过啊。And provides a dark environment， 然后又可以给它一个，然后提供一个很暗的环境哦，给种子，种子不需要亮的，一个暗的环境 for the rooting process to take place， 让那个根可以开始生根 ，root 是根 ，rooting 是生根。She explained 啊，说她在解释，说怎样呢？减少费用，然后讲来种种子啊，种东西啊，哈、啊，所以是哪一个？前面讲着可以为他减少费用开销，后面讲着种东西只有一个适合的，有像的啦，不过只有一个是适合的，有吗？对，哎，只有一个人在回答，等下我就教人了的、啊。总之你会了你就丢出来啊，我跟你讲。She reduces consumption， 所以她自己怎样啊？因为她前面是在讲这那些plastic waste 什么减少开销嘛，所以她减少使用 consumption 是吃或者是使用，使用东西她减少使用啊，诶 ，and reuse 就是重用啦，然后她就开始重用，她会重用那些东西啊，things to reduce wastage， 诶。是这个吗？不是 ，sorry， 不是 BI 的 ，OK， 不是 BI， 我要再改一下，不是，因为后面讲是他种东西哦，不是这个，有吗？你们还有看到适合的吗 ？OK， to plant seedlings in her gardens， 所以我觉得哈，看是 C 还是 G 罢了，有没有看到 C 跟 G 是讲到这个 seedlings 的？The disposable plastic food containers and that she collects from her colleagues are used to plant seedlings. 我觉得啊，是 C 或者是 G 啊，你看到吗 ？G 来的、啊、，OK， 对了。所以这个disposable 就是一次性的，可以丢的。Disposable 是可以丢，就是一次性。这个哎，你可以学这个字一次性，因为讲到 recycle， 你用这种字很好的。那个一次性的 plastic food containers and polystyrene boxes， 哎 ，polystyrene 就是装电器的那种白色的箱子，知道吗？哈 ，that she collects from her colleagues， 她从她的，她跟她的那些其他的这个 colleagues 叫什么？她的同事啊，同事们，哦啊，收集回来的这些啦，她就拿来种种子 plant seedlings， 所以是举来的，因为过后她讲到这个啊 plant seedlings，OK、okay?。接下来啊 ，She has always held dear to the principle. Held dear 就是讲哦，她握着这一个，紧握着这一个原则啊，知道吗？她相信这个原则啊，她保持这个原则啦。OK， 她的原则是 reduce, reuse, recycle 啊 ，to 这个 principle。然后后面她说 recyclable such as plastics, aluminium, 这个 papers are sorted out， 先分类 ，sort out 是分类。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字哈、哦？如果你不会写的话，你写不出 recycle 这个题目，对吗？这就是为什么啊，我讲你写故事其实是有帮助的，因为故事你写不出，你就换一个故事的内容了，是不是？那个句子你如果你写不出，可是如果你要写 recycle， 你要确保哦，它你会很多关于 recycle 的词汇，其实是很好的。很好写，如果你会的话很好写、哦、好像马来文这样啦，你用 Embargo 还是什么啦，对不对、啊、如果你会的话很好写，所以你看啊，所以这些 这些东西我们叫 recyclable， 就是可以 recycle 的东西啦，比如说好比说 such as 就是 Sepertie 啊，我教过了啊， Sepertie plastic 啊， aluminium 啊， papers 啊，都分类先 before being sent to a collection center， 在它被送去收集的那些中心之前叫 collection center 咯， OK，说这个29是什么？哇，怎样哦？前面是讲着，等下要再看多一次。前面是讲着它的原则是 reduce, reuse, recycle 三个 R 啦。后面是讲着它先分类再送去那个 collection center， 有吗？这个是 B 了啦，对吗？前面讲这三 R 嘛，对不对？所以它会减少使用，然后它重用来减少浪费 ，wastage 是浪费啊 ，OK， 讲它 reduce, reuse, recycle 嘛，对不对？所以 B 来的，啊，我给你啊，这个，哎，讲 B，
Okay, now her Songqing's collection center, she strongly believes that if each of us could remember, so 她坚决地相信啊, 如果呢, 我们每一个人, each of us could remember, 都可以记得 that we are actually just borrowing the planet from our children. 其实我们是跟我们的孩子借这个地球来用罢了，你知道吗？ We, 如果我们大家都记得这件事情的话, we will be more aware, 我们就会更加的警惕啊, 对于我们所制造的垃圾, of the rubbish we leave behind for our future generations. Okay? 因为我们会留下很多的垃圾给我们的后代啊。 She encourages her colleagues, 然后呢, 她就鼓励她的同事们啊, to bring their own reusable containers, 带他们自己的那些, 啊, 可以重用的, 容器 reusable， 大家一次性的叫什么了？啊，我顺便问一下啊，一次性叫什么了？So 能够重用叫 reusable， 一次性该有讲到叫 this， 可以丢的，它的意思是可以丢的 this。 对了 ，disposable 啊，那 spelling 你 check 一下，不过你学一下这两个字 ，yes， 可以丢 disposable。 可以重用 reusable， 哎呦，你的 recycle 题目很好用了，可以写了。OK啊，so 可重用的容器 for their takeaway lunch， takeaway lunch 都可以。Because it is disheartening， 哇，很令人心情很沉重啊 ，disheartening 很伤心啊，你知道吗 ？To see the rubbish bin in the office pantry， 看到那个 office 的那个吃东西的地方哦的那个垃圾桶，哇，装着这些，哎，这个就是这个资料啊。 disposable plastic containers 又有很多的 polystyrene boxes， 其实 polystyrene boxes 是以前的那个打包的饭盒啊，你知道吗？装电器的也是叫 polystyrene， 以前的饭盒啊会融掉，那个也是 polystyrene， 那个不好啊，那个真的是有毒的。其实啊，炒 Maggi Goreng 它直接放在上面，其实会融掉的，你注意看。我每次吃 Maggi Goreng， 所以我知道。 She makes an effort to be a conscious consumer. 所以她就很努力 makes an effort 就是她会放心思进去啊，努力啊，做一个就是很直觉的消费者。 OK? 有, conscious 就是很直觉的啊，她很留意啦自己啦。 OK, 30题哦，是F来的啊，我给你啊。 For example, 比如说呢, she observes 怎样说有直觉呢? 比如说她会看啊, the amount of unnecessary packaging 那些不需要的包装啊 ，and outlet users 就是一间店啊，他用了不需要的包装 ，and avoids going to those that use excessive packaging， 他会避免去那些用太多包装的店 ，OK， F 啊，有些店是这样的 ，It is because she believes that， 因为这是因为他相信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retailer 啊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就是对环境有直觉的商家 ，retailer 是商家。 的那些商家 wi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他们会考虑到他们用的 packaging 呢，你知道吗？啊 ，OK， 31跳一下啊 ，OK， 31是 H 来的。It was Maggie's parents， 说其实是 Maggie 的父母啦 ，who instilled in her， 刚才我们有讲到这个字培养，就是培养在她身上，灌输其实叫灌输也是可以，灌输在她身上啊 ，the practice of sustainable living。 哎 ，sustainable 就是讲哦，可续性，它叫可续性，哇，可续性，就是讲让我们的地球可以延续下去，哈，很环保的，叫 sustainable 啊 ，OK， sustainable business 是很环保，可以延续下去的 business 啊 ，sustainable lifestyle 可以。 对，就是很环保，然后对环境好，可以延续下去的生活啊，这个叫可续性 ，sustainable， OK， 给挑下，我再给掉这个先，32是，我看看啊，哎，32是一来的，我再给直接给你答案 ，OK， 这个啊 ，She is more frugal than her siblings， 啊 ，hence she collects cardboard boxes 啊，还有 aluminium cans 啊 ，to be recycled， 哦 ，OK。 所以他讲哦，哎，这个 frugal 只是一个 frugal 罢了啊，就是很节俭呐、啊。我们讲节俭、节省、节俭呐、啊，比起他的兄弟姐妹都比较节俭，所以他还会去收集那些 cardboard boxes 啊 ，aluminium can 拿去 recycle 的。 OK， 这个我看他讲什么啊？啊，他还小的时候，他会帮父母、啊、collect glass bottle， 然后帮他们卖。他讲。
然后比起他兄弟姐妹，他也是还会做这些事情，他会 collect card boxes 啊这些咯。OK， 大家可以再看一看啊，这个啊之后读一读啊，你当他是做 online 读，我跟你讲，看到很多字眼可以用，对不对？OK 啊，下堂课见 ，Bye bye everybody。